風水呢樣嘢真係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香港自從九七之後，一直都冇好過。沙士啦，八萬五，七一遊行，雷曼，高鐵，窮人就越嚟越窮，有錢人就越嚟越有錢，個個都憎人富貴厭人民，社會怨氣就係咁谷住谷住，遲早一日咧谷爆。點解香港會搞成咁？會唔會係同風水有關係？唔通因為轉咗地運，所以香港嘅風水差咗？又一卦係因為香港人對環境嘅破壞，搞到香港嘅風水越嚟越差。呢個政府係咁樣移山，而家九龍啲山光脱脱嘅，一座一座都剷平曬。香港嗰邊啲樓又越起越高，高到遮住曬啲山，搞到香港人冇曬靠山。風水話齋，背山面海係好重要噶嘛，山又冇咗啦，海又係咁樣填，維港咪越嚟越細。以前嘅維港幾有氣勢，水深廣闊，水又清。而家係咁填，搞到啲水又急又濁，水流急，聚唔到財，聚唔到財啲錢，左手嚟右手去咯。阿雷曼一夜之間搞到幾多人咩都冇曬。香港地咧，而家好多人都係靠借錢消費嘅。你睇下周街都係嗰啲咩二借二還嗰啲廣告咧，就知道香港借錢個 market 有幾大。後生嗰啲未畢業啊，就已經周身關債啦。垃圾堆填區咧就越堆越大，嗰啲咁嘅廢氣啊同埋臭氣啊，隨住嗰啲空氣啊周圍咁樣飄。唉，香港人日日咁樣吸，身體又點會好咧？啊，仲有呢度出邊咧，晚晚搞啲咩幻彩泳香江啊？你知唔知嗰啲 laser 招招聲會產生幾多電磁波，影響大氣磁場噶嘛？香港人又點會瞓得好咧？呢個政府又專中意拆嗰啲舊區，拆嗰啲舊樓，天星啦、菜園村啦、皇后碼頭啦、虎豹別墅啦，見乜就拆乜。香港嘅龍脈咧就係咁樣拆出嚟。嗰啲新樓都好似棚骨咁，密麻麻，冇陽氣，唔通風，用料又重，吸熱容易咧，散熱難。香港人住喺啲咁嘅地方裏邊咧，冇怪事發生，我就覺得真係怪啦。樓又係咁拆，樹又唔好咁樣照顧。呢十年啊，幾十棵啲風水老樹都冧咗，有啲仲砸死人添。咁梗係啦，你要整死我，我梗係拉埋你陪葬噶啦。咁樹生得唔好，即係話咩咧？樹生得唔好啊，即係話個地方水分又唔好，空氣又唔好，泥土又唔掂，咁啲樹咪一棵棵咁樣冧。呢個係個好重要嘅警號啊！其實話緊咧，香港已經混搖插水。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呢啲嘢九七年我已經開始講啦，而家都十幾年啦。你話我有冇呃過你先？其實而家邊個呃邊個先？啊，曾蔭權就呃咗香港人足足五年啦。佢而家話要搞個咩治安心計劃，咪就係個老千局嚟嘅。不過呢個治安心計劃咧，都仲係小事。佢同一班議員一齊拍板通過嗰個新政府總部咧，先至達陣。舊嗰個咧都有個山靠住啊嘛，新呢個乜都冇，後邊就係條咁樣嘅大馬路，嗰啲的士啊、巴士啊、van 仔啊橫衝直撞，煞氣就大把。你再睇下個外形啦，中間有個窿嘅，漏財啊！有成個鬥字咁搬咗入去之後咧，香港一定鬥得比而家更加厲害。啊，你睇睇下，都仲有啲似一條啊嗰啲開浪褲，一吊吊揈咁，有下身冇上身，喂，咁點掂啊？你咪話我話，呢個新政府總部開幕之後咧，香港嘅怪事陸續有嚟。我就放長雙眼，睇下你啲香港人點樣拆掂佢。
深水埗上水都要过万蚊一尺。Will you sell my love tomorrow？ 过政府压力安心买，氹你先早在咩楼债租楼，结果三餐都勒紧晒。Will you sell my love tomorrow？ 睇到低息好抵买，应该降得都好舒坦，好惊息口升翻晒，搵楼条搵弹笑搵三派，有无边一个功能晒，个个都一世当楼蟹，翻工做到死都不过为楼债。Will you still供楼Tomorrow? Can you steal my love tomorrow? 我是 David， 今年50岁，1984年入行。做了地產經紀已經超過26年了。我為何選這行？不是，是為何這行選我？1984年剛剛簽完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很多香港人怕了共產黨，就去移民。我有個在堅島開地產鋪的親戚，又是怕了共產黨，要去移民。移民之前就將間鋪頂了給我媽。我媽見我回蟹科科揸兜，唯獨是英文 oral 揸翻支槍，咁咪俾我媽的咗去幫手睇鋪咯。你知道啦嚇，好多鬼佬好中意住堅島噶嘛。嗰陣時鋪頭門口嗰啲放盤廣告全部都係中文嚟嘅，我就譯曬做英文。唔包水電，我就譯咗做 no include water electricity。西人唔租，我就譯咗做 West human no rent。How do you do? My name is David. What can I do for you?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Have a nice day. I have many, many good and beautiful flats for you. Rent by the okay. You can trust me. I am David. I am your friend. I am your most truly and believable estate agent. Believe me, la. Trust me, la. You will no regret, not anymore. 就是這樣，我就成為了堅島地產小天王。要成為一個出色的地產經紀，只要你不是衰口爛面兼口臭就可以了。現在香港政府整色整水搞埋那些地產經紀發牌制度，如果這個制度真的可以令到我們的 agent 更加專業更加文明，就不會出現田生地產這些公司了。這個制度擺明就掠水啦！咧唔單止新入行嗰啲僆仔要考，就連做咗幾十年嘅阿婆阿嬸都要考，仲慌死你有藉口冇時間去考，一個禮拜考3次，咁一年即考幾多次啊？咪52×3，156次啦！考一次幾多錢啊？5嚿水啊！咁乜嘢人考得呢？嚇阿貓阿狗都考得，你又考得，我又考得，喂，你考咗未啊？仲唔快啲去考，攞翻個牌，傍下身都好嘛。
嗱，而家喺香港做地產 agent 咧，真係掂過碌蔗嚇，周圍都係地產鋪。正所謂唔望都唔做，唔熟都唔食啊嘛。嗱，我問下大家啦，睇下大家知唔知道跑馬地有幾多間七十一咧嚇？係三間。咁你哋又知唔知道跑馬地有幾多間地產鋪啊？係四十幾間。仲快啲轉行。嗱，我哋做地產 agent。是講個信字，信字是人字邊一個言字，即是有人講嘢。信我啦，我講嘢你聽唔聽到啊？我是 David， 呢張係我的卡片。我而家係敬聯物業堅島第八十分行的店鋪經理。地產如此多嬌，引無數 agent 勁折腰，識行機行籠略輸文采。太古置地稍信風騷，一代天驕身比長江，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 David 啊！1984年簽完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咧，就規定咗香港只能夠拍賣50公頃官地。啲老公係怕咗啲英國佬喺九一之前賣曬啲地啊嘛。50公頃邊度夠賣先得㗎？咁啊搞到supply又少過demand，啲land price仲係咁高壓啦，小喇叭，令英國佬啊最奸㗎啦，係嘛？啲老共唔俾佢賣多啲地咩？佢咪谷高個地價咯，冇法㗎喎，係嘛？香港稅率咁低，嗰啲民主派又話乜嘢都要免費啊，睇醫生又話要免費，讀書又話要免費，老咗食生果又話要免費。找不到工作又要拿綜援，喂，開銷這麼大，稅率這麼低，埋單誰給錢先？那就搞高地價政策咯。呢，碰啱嗰陣時啊，中國改革開放，好多嗰啲國企老細同埋嗰啲貪官，攞曬啲人民血汗錢，唔去澳門賭咧，就攞曬落嚟香港炒樓啊！咁啊，越炒越旺，越炒越旺，越炒越旺，譬如好似炒辣蟹咁啊！唉，炒炒下，估唔到89年嗰班北京大學生啊，吳生勝搞搞震喺天安門嗰度玩露營，玩玩下玩出火嚟，連坦克車都嚟埋，咁咪玩死香港嘅樓市咯。啊，不過咁啊，你哋知道啦嚇，香港人有打不死嘅精神，一方面咧就年年去維園嗌無望六四，另一方面咧就搏命揾錢鬥快。大家想着在九七之前賺得幾多就幾多嘛，炒樓炒股就最快，那些廠佬啊、律師啊、醫生啊、工程師啊、建築師啊、老師啊、豬肉佬啊、的士佬啊，什麼都拿些東西來炒下，我都不知道炒得多開心啊。高峰期那時候，我手頭上揸著超過50層樓，一半呢就現兜兜買的，一半呢就是問銀行借的，想著這樣都很穩陣，是吧？就算個樓市唔好啊，租曬出去都夠供樓嘛！啊，九七之後嗰啲北京坦克車冇落到嚟，嗰個搞屎棍死肥棒又走咗，香港啊順利過渡，中國啊正式進入市場經濟。哎呀，點估到搞個老董出嚟先得㗎？搞埋嗰啲85000懟冧香港嘅樓市，搞到我差幾多死幾多，差幾多死幾多。嗰陣時我一個月供樓都100幾十萬，租曬啲樓出去都唔夠交管理費，當埋條底褲都唔夠交息啊！呢次真係行家慘，想喊都流唔出眼淚，大喇喇記憶，大喇喇記憶冇 Q 曬嚇！你問我有冇諗過燒炭？燒你老董就有想過，我啊真係唔會燒炭咁戇居啦，最多就唔去搭的士，唔落級咯，我咪申請老婆咯，嚇、啊、聽唔明啊？申請破產啊！我一話申請破產，我老婆就即刻同我離婚添，仲好，第時去偷食啊都唔使怕老婆知啦。切，我哋呢啲地產小天王又可以重出江湖。天生我獨行，不必相送。
我同我女讲，第时你老豆我死咗咧，就唔使去送终啊，就连报纸副文都唔使得，净系拎条尸去烧，烧剩嗰啲灰咧就好似阿周总理咁，散晒喺维多利亚港，散晒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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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散人安乐啊嘛，啊？你问我点睇香港而家嘅楼市？哎呀，梗系睇好啦！而家香港政府同埋嗰啲地产佬打龙通嘅，自编自导自演，你话几多钱一尺都得啦，鬼知咩？董建华咁嘅收场，无论边一个做特首都好，都唔会够胆怼冧香港嘅楼市。嗱，无论边一个做特首都好，都会系配合地产商嘅需要，吓、啊。地產商有咩需要？係好簡單啫嚇、啊！無論啲樓起成點，起喺邊度，啱唔啱人住，都會係幾萬蚊一尺，都會話自己係豪宅。係啊係啊，遲啲啊喺和合石隔離都起翻間和合豪庭添啊！唉，而家買樓好簡單嘅啫。總言之咧，就夠荒謬、夠低 B 就得嚇。總言之咧，就將嗰啲建築面積咧就煲到大一大，嗰啲實用面積咧就縮到細一細。啊！啲廣告又唔話俾你聽啲樓起成點，明明係俾中國人住嘅，啲廣告裏邊全部都係西人。明明喺上水啊，又話瑞士大屋。唉，一味搞埋啲九唔搭八嘅嘢，露台就露台啦，又無端端加環保兩個字。係啊係啊，而家賣樓盤係興揾嗰啲大騎樓 model 嚟做 show 啊嘛。啊！又唔話俾你聽啊！啲樓起喺邊一區，個個都話自己係豪宅，度度都係半山。啊！喺第二家又話自己係西半山喎。啊！有360度環迴海景，嗰間啊，明明喺殯儀館隔離嘅，又話自己係豪宅。係啊係啊，好多富豪都喺嗰間殯儀館出殯噶嘛，小喇叭真係。唉，不過冇計啦，人在樓市，身不由己，係嘛？唉，政府又俾佢合法出遷，當奴嗰啲啊治安心啊，打擊發水樓都係拖住下你哋啲香港人啫。呢班官啊點會想個樓市冧先得㗎？佢哋個個手頭上啊揸住大把樓啊，咧好似嗰個阿伊華井啊管房屋嗰個伊華井啊，手裏邊啊揸住幾沓樓，佢啊點會想個樓市跌先得㗎細佬？唉，不過我哋做 agent 嘅咪照跟啦。嗱，而家喺香港做地產 agent 嘅人咧，有成超過20,000多人。不過有資格發大達嘅人咧，就真係好多。咧，好似 Shelly 咁啦，佢十幾歲由大陸落嚟香港，嚇犀利，又識講普通話，又識講英文，又識講閩南話，正所謂三文七語都掂。個人仔細細啊，睇上去冇乜殺傷力。誒，就係因為冇乜殺傷力。啲客咧就信曬佢，俾曬啲樓佢放盤，佣金又多，犀利啦！佢手頭上邊大把客啊，大陸佬啦、鬼佬啦、A B C 啦、B B C 啦，乜嘢都有。就連天水圍圍村嘅樓盤佢都有啊。不過咁啊，佢個人好慳嘅，又唔去 Starbucks 飲咖啡食蛋糕，就連一個名牌手袋都冇。我同佢啊做咗。咁多年同事都未見過佢大聲講過一句嘢呢 ，Shelly 呢啲啊，正所謂係嗰啲嚇建築面積同實用面積一樣大嘅實而不華嘅樓盤，就係嗰種啦。呢佢隔離嗰個Carson 係就係有個大騎樓，不過係將軍澳村屋露台對住市渠嗰啲騎樓啦，即係咩啊？戇狗狗嗰啲啊！嗱。佢而家又將個碎紙機當 fax 機嚟用，唉，我啊真係唔明 ，Shelly 揀佢又唔揀我，係嘛？我哋呢啲正所謂經得起時間考驗嘅唐樓，額頭又高，又有豐富嘅打裝經驗，實用面積99%。唉 ，Shelly 唔揀我，都係佢一時走漏眼啫。我睇佢哋都係玩玩下。唔使兩三個月咧，就散嘅。問你唔識答，答咗你都未必明。地產通通識問答比賽現在開始。
事不宜遲啦，各位，即刻問第一條問題。香港700万人當中買咗樓又或者供緊樓嘅有幾多個 percent 咧？阿迪，40%。錯。53%。正確。香港第一個10年建屋計劃係由邊一位港督推出嘅咧？David。肥棒。唔啱。Carmen。麥理浩。正確。下一條。香港第一次樓市大幅滑落係喺第幾任特首期間出現？董建華。我是問你哪一任，不是哪一個。正確的答案是第一任至真。選擇題，以下哪個老牌屋邨將會面臨被清拆的命運呢？ A. 西環邨， B. 彩虹邨， C. 華富邨， D. 模範邨。 D. Carmen。 彩虹邨。不對。 D. 華富邨。錯。有沒有補答？正確的答案是全部都將會面臨被清拆的命運。有什麼豪宅的名字是跟 AV 片名字是一樣的呢？ D. Carmen。 唯一。其實維多利亞一號指針是吧？那裡是恐怖片，不是 AV 片。 D. David。 玉蒲圖。不是玉蒲團嘛，你都知道。正確答案應該是豪宇天下。下一條，要成為地產經紀必須要考獲營業員牌照，請問這個考試一年舉辦多少次呢？ D. Carmen。 四次。營業員喔，不是地產代理喔。 D. Cedric。 D. 六次。正確。常識題，天聯、天匯、天璽、天宇海、天神村、天耀村，請問哪一個不是豪宅名呢？ D. 阿迪。全部都是的。錯。天神村是卡通片 IQ 博士那條村，天耀村是公屋來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簡稱居屋是在哪一年推出的呢？ D. David。 1978。正確。香港的街道可以分為8類，包括路、方、圍、里、道、街、徑，還有呢？ D. Cedric。 巷。正確。近年地政總署要幫一條街改名，以下有哪一樣東西是不用得的呢？請聽選擇。A. 老豆老母。 B. 口頭禪。 C. 粗口。 D. 動物名。 D. David。 老豆老母。不對。 D. Carmen。 粗口。都是不對。 D. 阿迪。口頭禪。錯。 D. 動物名。都錯。正確的答案是沒有一樣東西是不給用的。地產術語建票即收的票是指A. 钞票。 B. 支票。 C. 本票。 D. 期票的哪一個呢？ D. 阿迪。钞票。不對。 D. Carmen。 本票。錯。正確的答案是什麼票都收。根據規劃署的城市設計指引，維港沿岸建築物應該避免過高，以免形成什麼效應呢？ D. Cedric。 拉尼娜效應。錯。 D. 阿迪。骨牌效應。不對。 D. Carmen。 傳承效應。勾了了。正確的答案是牆壁效應。下一題，1953年石硖尾寮屋區大火是發生在哪一個節日的呢？ D. 阿迪。中秋節。不對。 D. David。 母親節。錯。 D. Carmen。 回歸十週年。53年。 D. D. Cedric。 香港國際電影節。正確的答案是聖誕節。為什麼有一種公屋會叫做和諧式公屋呢？ D. 因為有些人住進去之後，他就會很開心，他會經常笑，然後覺得世界很美好。 D. D. David。 因為鄰上關係好，沒什麼血案。但那裡很多血案下都。 D. Carmen。因為那些大廈的外牆全部都用上一些很和諧顏色系的乳膠漆油了上去。錯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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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屋起得很快，快到好像和諧色客機飛得那麼快。當你啱一半，其實正確的答案是因為單位設計標準化，用來節省建築成本和時間之爭。下一條很難的，這題為什麼實用面積一定小過建築面積呢？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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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因為建築面積是等於實用面積加上非實用面積，而非實用面積一定大過零。完全正確。IQ 題，
由天匯68樓行上88樓要行幾多層呢？滴滴滴滴滴滴滴 一層，正確。下一題，數學題。假設小明沒有任何資產，以月入最高上限23000元參加自安心計劃，每個月起扣除屋租、首期儲蓄、家用、膳食和交通費之後，請問他還有多少錢剩呢？David， 冇錢剩，正確。語言題，請問尖沙咀 The One 嘅普通話係乜嘢咧 ？D Cedric， 唯一錯。D 阿的，李嘉欣，還是不對。D Carmen， The One， 正確。下一題，假設小明冇任何資產，每個月收入30000元，請問佢而家可以買到乜嘢屋呢 ？D David， 自安心計劃嗰啲屋，嗰啲要2014年先起好，仲要先租後買，而家點買呢？錯。D 阿的，居酒屋。錯。D Carmen， 龍屋。唔啱。有冇冇答 ？D 意粉屋。錯啊！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屋都買不到，因為他沒有首期，就算他每個月儲20000元，最快都要3年才買到一個200000以下的單位嘛。下一題，尖沙咀豪宅名著下面的商場 K11 為什麼要叫做 K11 呢？ D 阿迪，因為那裡有 Circle K 和71。錯啊。 D Carmen，因為它是位於尖沙咀地鐵站的 K 出口的上蓋，很有 sense， 不過不對。 D David，因為那裡有11間卡拉 OK。 不對。 D Cedric，因為在11年前的11月11日晚上11點，有11個11歲的小朋友衰11賣 K 仔和索 K 被警察拉了，好有創意，不過唔啱。正確嘅答案係根據《星島日報》、《明報》OL 網同埋《忽然一周》嘅報導 ，K 十一呢個 project 係由鄭裕同個孫鄭志剛負責嘅。話說佢有一次喺北京出差搭飛機翻香港嘅途中，諗起佢嘅童年往事。原來佢從小就夢想擁有自己嘅王國 Kingdom， 又咁啱英文字 K 喺26個英文字母裡面排11，於是個商場就改咗名叫做 K 十一，希望佢嘅百貨王國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超都不知道你說什麼。下一題，以下哪個是香港土地供應的來源呢？請聽選擇 A 建樓就拆， B 建山就移， C 建海就填， D 建樹就斬。 D Cedric 建樓就拆。不對。 D Carmen 建山就移。不對。 D 阿迪建海就填。錯。 D、David、建樹就斬。冇人答啱，正確嘅答案係見到話拆見山而見開田見樹又斬。邊個四字詞裡面嘅勾字係同勾地嘅勾字有同樣嘅意思嘅咧 ？D 官商勾結。必夠鐘啦！廣告翻嚟之後，我哋再見啦。啊、老婆，不如我們看這間，這間地鐵上蓋交通又方便，到時你上班也可以睡晏一點、我就說看這間唐樓好了，讓你睡啊，最多就睡得過10分鐘。你看這間唐樓樓底又夠高，又通風又開陽，睡都睡得舒服一點、舊樓有什麼好啊？舊樓又沒有升降機，又要走樓梯，走都走到腳跛了。就算有升降機，那部升降機分分鐘還慢過你走樓梯。不如看回這間吧。不，看這間，你看看維港全景啊，700多呎，300多萬咋，我哋都供得起啊。老婆啊，舊樓最多只可以按到70%嘅咋，我哋儲咗100萬啊嘛，交完首期都冇錢做裝修同買家私啦。新樓就唔同啦，新樓最多可以按到90%嚇，我哋交完首期仲剩翻60多萬可以按嚟做裝修同買家私，仲可以去多次歐洲旅行添。你不是說想買個什麼手袋的嗎？哎呀，
舊樓有咩好啊？舊樓升得又難，甩又甩得難。新樓就唔同啦，升得又快，甩得又快。如果個樓市再升啊，我哋分分鐘可以樓換樓添啊！起按成九成咁多，嗰啲利息咪好貴咯。我哋啊，供頭嗰十年啊，都仲係供緊息咋。我諗住要住成世㗎，唔係諗住嚟炒炒下㗎。我就一定要買舊樓啦，除非你想同我離婚啦。老婆啊，你唔好嬲啦，我諗都冇諗過要同你離婚㗎。嗱，不如咁樣樣啦，我哋兩間都睇啦。嗱，我哋入去問下啦嚇。唔該，我哋想睇樓。啊，兩位想睇邊間啊？我哋想睇維港全景同埋地鐵上蓋。啊，兩位真係有眼光啦！呢兩個單位啱琴日賣咗，不過唔緊要，我哋做得靚盤喺手，未請教兩位貴姓啊？我姓陳，呢位我太太。哦，陳生陳太，呢張我卡片，我姓鐘，叫我卡神得噶啦。不如兩位先話俾我聽，你心目中想揾啲咩樓啊？嗱，我最緊要咧就要住大啲，要有三房兩廳，一間咧就要嚟做 B B 房，仲要有露台，樓底要夠高，要通風，要開陽，一定要有景，山景海景都得，千祈唔可以係樓景。明白。咁陳生你呢？我咧最緊就係交通方便，地鐵上蓋有商場有會所，會所邊有泳池、sauna、gym 同埋 spa， 冇六星級都有五星級，仲有 cable 寬頻至少100 meg， 仲有環保露台，一定要向西噶嚇。嚇、啊？向西？向西會西斜噶喎，夏天咪好嘥冷氣咯。老婆啊，向西先至好噶，向西啊啲衫晾得快乾啲啦嚇，可以慳翻啲錢，唔使買乾衣機啊嘛嚇，仲有。依家香港行緊白雲，向西風水好啊！你間房自己向西啦嚇，我個廳要向東噶。好啦，我明白曬你要乜嘢啦。我而家總結一下你哋嘅要求，我會根據你哋嘅要求咧，去安排你哋去睇一紮啱你哋嘅樓。陳太，你要嘅係三房兩廳，客廳向東 ，B B 有房，環境清幽。開陽有景，空氣流通，擁抱維港。陳生，你要的是交通方便，貫通港鐵，六星會所，酒店大堂，環保露台，智能光纖。風水樓王、yeah! 都差不多了，不過最好梗係可以即買即賺啦、啊、咁若果有埋名校校網咧，就更加好啦。明白明白，咁兩位心目中預咗幾多 budget 啊？大概300万左右啦、啊、不過如果低過呢個 budget， 而 quality 又好嘅樓咧，我哋係唔會賣嘅。當然最好梗係有升冇跌嗰只啦嚇。嗱，我就要我嘅海景咧，可以有永久嘅保證，永遠都唔會俾漏遮噶。明白曬，明白曬。嗱，我需要少少時間去準備啲靚樓俾你哋，不如你哋留低電話，我一有即刻 call 你哋啊。好，唔該曬嚇。咁我就唔送啦嚇，慢行啦嚇。拜拜，拜拜。一定會 call 你噶啦。拜拜，拜拜。拜拜，妖混吉嘅，有咁嘅樓我都自己買咗啦，介紹俾你。最憎就係呢啲放假冇嘢做，揾睇樓當係節目嘅混吉友。我係 estate agent， 唔係 travel agent 啊，免費幫你安排行程，俾你增廣見聞。一個話要向東，一個話要向西，呢啲擺明係離婚格局噶啦。唉，呢排咧，周到啲咁嘅混吉友嘅，揾樓睇，冇錢買，要求多多，又唔睇下自己銀行户口有幾多個零喎、啊，你話係咪先嚇？唉，翻咗咁多月工，睇咗咁多樓，我都係覺得我而家住緊嘅華富村係最好。華富村向西南有海景，街坊關係感情好。雖然個單位係細啲，但係咧打開道門好通風嘅喎。打開道門咧，又唔使落閘，治安又好，夏天又唔使開冷氣。嗱，呢啲先係真正嘅冬暖夏涼、開陽有景啊嘛！就算我將來有錢，我都要買翻呢一區。
況且而家香港踏入白運喎，見西南水係發達嘅啦。啊，我點解想做 agent？ 咪想發達咯。你諗下，我呢啲副學士畢業出嚟打份工啊，至多咪得八九千蚊一個月。做 agent 可以搏下喎，勤力啲，搏命啲，一個月可能揾幾皮嘢添啊！啊，你問我一個月賺幾多錢？總之係多過八九千蚊一個月啦。俾完錢阿媽，自己仲可以儲起啲錢添。諗落，我真係好幸運，可以跟到 Shelly 呢個阿頭，我真係財色兼收啦。啊，我同佢係點開始？唉，咪嗰晚咯。嗰晚公司 annual dinner 完咗去唱 K 喎，咁啊 David 同幾個同事咧飲大咗，個個搶住支麥亂咁唱。其實咧我都好悶，好想走噶啦，但係諗住自己啊翻咗幾個禮拜工，咁早走好唔俾面老細噶嘛，咁唯有坐落去咯。咁啊坐下坐下坐，大概三點零鐘啊嗰陣咧，佢哋全部冧曬啦，係得我同 Shelly 咧係比較清醒。於是乎咧 ，Shelly 就問我咯：喂 ，Carson。識唔識唱湯寶兒同張學友嗰只《相思風雨中》啊？我話我識，於是乎我同 Shelly 就攞起支麥唱起呢只《相思風雨中》啦。難解百般愁，相知愛意濃。情海變蒼茫，痴心遇冷風。分飛各天涯。想珍重啊，寄相思风雨中啊，寄痴心风雨中。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中怨女梦行满腔，愁红尘多作弄。喺唱 K 嘅过程里面。雖然間 K 房好暗，我同 Shelly 嘅距離足足有十二尺，但係我睇得佢好清楚。從佢嘅眼神裡面，我睇到我嘅眼神。我知道我哋之間已經有啲事發生咗。在2010年4月16日凌晨四點前嗰四分鐘十九秒，我同 Shelly 佢喺埋一齊，因為佢，我會記住呢四分鐘十九秒。從此我哋就成為四分鐘十九秒嘅朋友啦。你問我嗰晚佢有冇叫我上佢屋企飲咖啡？梗係有啦。我有冇上到去？嗰晚我就冇上到去。嗰晚你做咩唔上嚟飲咖啡啊？咁夜飲咖啡，我驚瞓唔著，第日翻工冇精神就唔好啦。咁你依家咁夜又上嚟飲湯？飲湯點同飲咖啡啫？你啲湯咁好飲，我都唔知幾想日日有得飲啊！你係講真至好啊？梗係真啦！啊 ，Shelly， 有樣嘢我想問你好耐啦，你覺得乜嘢先至係香港人嘅 dream house 咧？最緊要夠大，千零尺，三房兩廳，要有露台，樓底要夠高夠通風，個廳要向海，房就望山。最緊要交通方便，旺中大靜喺名校網，最好就喺地鐵上蓋，有商場、clubhouse、泳池、gym、sauna 同 spa， 一定要有 boy band， 至少100 meg。最緊要要保值而甩手，係人都想越住越大，越住越好。啊 ，Shelly， 我同你真係夾啦！你嘅 dream house 同我嘅 dream house 係一樣啊！咁我哋幾時結婚啊？黐線！我要一个家，我要一个可以生活的家，我要一个可以想象的家，
我要一个可以读书的家，我要一个可以造梦的家，我要一个可以倾听的家，我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家，我要一个可以依赖的家，我要一个可以取暖的家，我要一个可以疗伤的家，我要一个可以放松的家，我要一个可以思念的家，我要一个可以团圆的家。流花，我老豆叫我唔好买流花，佢话佢俾佢哋吓怕，仲话佢哋攞走晒佢成副身家。巴士佬啊，都會馬赤點去噶？都會 Aki 啊，日文嚟嘅的士佬，你哋揾路唔係好叻嘅咩？巴士佬，今時唔同往日噶啦，依家香港啲路啊認唔到噶啦，就尋晚啫嘛，那個客話要去咩西半山進城峰。
咁我就行上路，經光德道上西半山啦。點知個客話咁行係錯喎，佢話進城峰喺第二街喎。妖，第二街咪第二街咯，好失禮你咩？喺度扮西半山豪宅型屎型屁。唉，有時啊，去埋曬啲山卡拉地方，都知邊度嚟嘅，聽都未聽過。街名唔似街名，樓名唔似樓名。有次啊，接到個 call， 嗰唔條友一上車就話啦：誒唔該，先去碧海藍天，再去藍天海岸，再去水藍天岸，再去天與海啊！嚇，又天又海，你嗰個揸大飛嘅咩？九唔搭八，前面嗰個啊，仲話去咩天曬喎？我心諗，你不如死去天堂啦，八婆。係啦，香港島啊，明明係個島嚟噶嘛，都唔知點解無端端多咗咁多半島，紅山半島、南灣半島、海怡半島，仲有個樓盤啊！我自己喺咩香港正中心啊，咁我諗佢梗係喺啲中環啊、金鐘啊、尖沙咀咁啦。阿蕉，原來喺大圍喎，啊，真係冇露足噶噃。仲有啊，有晚我載咗個客喎，佢一上車就話要去咩 La Place 啊 Victoria 喎，恰我唔識雞腸。我知道啊，天后嗰間炮房啊嘛，維多利亞酒店啊嘛，嚇點知佢話咩海濱式至尊級府邸喎？咁我就問佢即係邊度嚟啦，佢就鬼食嚟咁同我講，英皇道600多號啊，嚇咪即係香港殯儀館？哇，咁都幾邪喎、啊！邪咩啊？做得我哋呢行嘅。差夜間執得個雞碎咁多，邊鏡得咁多啊？個客叫到嘅陰陽路一條邊路，你都要去啦。唔係喎，的士佬，你哋個牌啊，而家好值錢嘅喎，聽講仲越炒越高，成400多萬先有一個嘅噃。巴士佬，咁你就搞錯曬啦。的士牌費貴咧，就唔代表我哋。的士的身價貴，啲牌費咁貴啊！我哋抌多幾十轉都賺翻啦。仲有啊，依家西隧又加價，東隧又加價，大老山又加價，啲石油氣又越嚟越貴。唉，俾我下世啊！我都寧願做你哋巴士啦，行曬一條路，諗都唔使諗，安安定定。俾我下世咧，我就做地鐵啦。啊！你睇下地鐵起到去邊，啲樓價咪升到去邊咯。巴士佬，咁你都係講緊地鐵隔離嗰啲樓升值啫。咁我哋下世不如唔好做車啦，做樓把啦。嗱，諗下樓又可以愛嚟住，又可以愛嚟投資。冇車坐啊，咪最多行路；冇樓住，唔通瞓街咩？咦？又係喎。啊！的士大佬真係行得路多，諗嘢都有文有路啊！喂，咁我哋下世投胎做咩樓好呢？大樓又好，細樓又好呢？各位觀眾，睇人同睇樓係一樣嘅。若果卡神係一棟樓，你會租定係買呢？若果租嘅話，你會簽一年生一年死，定係簽兩年死約啊？若果買嘅話，你會買嚟收租，買嚟自住，定係買嚟住住先？愛嚟樓換樓，定係買嚟炒呢？你問我會租定買啊，卡神？我唔話你聽，你口疏。啊，五太四太啊，麻煩嚟呢邊啦。Shelly 啊，呢位係五太，呢位係四太。五太四太，呢張係我嘅卡片。
想問下兩位打算租定係買啊？五太四太買同租都得，仲未決定。咁就啱啦，呢個單位租同買都得。咁又想問下五太四太打算幾多人一齊住咧？五太四太同先生一齊住，同埋咧佢哋有菲傭。咁都好啱，呢個單位有個工人房，呢套三房兩廳。有個露台大大地，可以種花種草。先前業主一路自住，啱啱買咗新樓，搬咗出去。呢棟大廈好高級㗎，一梯兩火。住喺隔離嗰個係醫生，呢棟大廈好多醫生住㗎。住喺樓下嗰個就做心臟科，樓上嗰個就喺養和度做婦產科。咁巧嘅，五太四太嘅先生都係做醫生㗎。五太四太的先生都是醫生嚟噶，你層樓真係行緊醫生運啊！你快啲話俾五太四太聽，呢個單位租幾多錢啊，葉小姐？五太四太嗌個 Shelly 得噶啦，呢個單位租就35,000，買就1,000,000。若果你問我租定買好，我會揀買咯。租樓始終都係幫人哋供樓，層樓始終係人哋嘅，唔係自己嘅。但是買樓就不同了，一買了回來就是自己的，不喜歡就賣出去咯，賣不出啊，租出去都可以。你對人那麼沒有信心的？我就是對人有信心才要買樓，不是買來做什麼？你想買是因為沒有安全感，租約滿了，大家想續約就續約咯，租約滿了，續不到約就找個第二間租咯。我不是對人沒有信心，我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才要買樓。這個單位一定是用來租，一定是用來買，不是用來租的。這裡實用率達85%，樓底又高，窗又剛剛換過了新的，廚房廁所又剛剛翻新過來，露台就向海，房就望山，周圍又不會有地再起樓阻住個 view。呢度都唔錯，但係五太四太嘅先生咧，又成日唔喺香港喎，佢哋又未決定係咪正式移民上北京，咪租住先咯。打算2年之後咧，先決定係留低定離開香港。咁五太四太就更加要買呢層樓嚟投資啦，無謂幫人哋供樓嘛。依家又咁抵，遲啲賣出去又得，租出去又得。而且五太四太嘅先生成日唔喺香港。就更加要佢買層樓俾你哋啦。Touch wood講句，我有好多朋友嘅先生啊，喺大陸啊，你知啦，喺大陸喎，大陸喎，咁多嘢揀，萬一有咩事發生起上嚟，有層樓揸手，有啲保障啊嘛。若果五太四太租咗呢層樓，又萬一五太四太嘅先生喺大陸有咗啲，都係買樓好。唔好話我犀利啦，做女人嘅點都有層樓揸手，安全啲。葉小姐，都話嗌我 Shelly 得咯。五太四太嘅先生不嬲都係買樓俾阿五太四太噶啦，係啊，五太四太未決定買邊度啫嘛。咁五太四太就一於買呢個單位啦。呢個單位咁襯五太四太，呢個單位每一個地方都配合到五太四太你高貴嘅氣質，而氣質係天生嘅，亦唔係人人都好似五太四太嘅先生咁獨具慧眼，一眼就睇得出五太四太你哋咁高貴嘅氣質。若果五太四太嘅先生買咗呢個咁襯五太四太你哋高貴氣質嘅樓翻嚟，到時同兩位搬咗入嚟住，到時五太四太嘅先生就唔單止可以坐擁維港，仲可以坐擁埋五太四太你哋添。有人話妻子如衣服。我就話妻子如樓盤就真，有啲女人只可以租，唔可以長住。嗰啲女人就係酒店命，愛嚟度下假就得，長住實出事。咁五太四太當然唔係酒店命啦。我諗五太四太都幾中意呢度，不如你揾個地方坐低先，
慢慢同五太四太解釋下買樓嘅手續啊。五太四太，麻煩過嚟呢一邊。Hi, Benson. I am Dunzo. I want to play a game with you. 救命啊！我专登捉你呢个八十后翻嚟，同我玩游戏。放咗我，放咗我。放咗你？唔得！你一系玩，一系死。呢个游戏叫做自安心。獎品好過幫你還卡數，贏咗你就會得到一間屋，一間實而不華嘅優化巨屋，係咪好正呢？不過輸咗嘅代價係要死噶噃，所以呢個遊戲又叫做自安息遊戲，你係冇得揀唔玩嘅。我成日都聽到你哋啲後生仔話，儲唔到首期，買唔到樓，就結唔到婚。但係你哋又死都唔肯過啲簡約嘅生活，放棄啲無謂嘅細碎。而家我就做好心嚟帮你啦。嗱，呢个系一个二拣一嘅游戏。好，游戏开始。我有两样嘢俾你拣，一系你可以 keep 住部 iPhone， 一系就要买楼嘅利润费。你揀啦。我係咪好難揀呢？我都知道你哋啲死僆仔冇得拎住部 iPhone 捽下捽下，會周身唔自在噶啦。我請你嚟玩呢個遊戲，就係一心想幫你完成买楼的梦想。咁我就送佛送到西，而家就斩晒你啲手指落嚟，冇晒啲手指啦。咁你就唔使再要部 iPhone 嚟捽下捽下，你以后都冇得玩 Angry Bird 同推银机。跟住，一系俾你继续豪买名牌波鞋，一系就俾你储到买楼嘅律师费。你拣啦。我真系挂住做潮人，唔通你唔惊老嚟瞓街咩？好。为咗你哋嘅将来着想，等我帮你拣啦。炸断你只脚先，睇嚟仲点着你嘅绝版波鞋。你而家又向买楼行近咗一大步啦，系唔系觉得安心咗啲呢？咁我哋就继续揀啦，一系就俾你揀去下旅行游浮叹世界，一系就储到装修费同买家私，你揀啦。点啊？
又揀唔到啊！你哋啲年青人都係要靠我幫嘅，我敲跛埋你另外一隻腳，好，而家你兩隻腳都冇咗啦，咁就以後到邊度都唔使去啦，冇得去歐洲，冇得去東京朝聖。冇得去馬爾代夫曬太陽，冇得去台灣、澳門飲飲食食，連上深圳捽腳板嘅機會都冇。日日留喺屋企，係咪至安心啲呢？頂唔頂得順啊？仲想唔想買樓啊？好，果然是死都要买楼啊！我就再俾两样嘢你拣，你想以后仲有得出街同朋友食下饭，定系要投五年嘅治安心租金？拣，即刻拣，即刻拣啊！唔出街食饭。仲要每日lunch只可以大飯孤零零喺 pantry 嗰度叮翻啲隔夜餸一個人食，冇曬朋友。哼，咁難揀，我睇你都係唔識揀嘅。咁我就幫你啦，我幫你剪咗條脷落嚟。你而家冇。食乜嘢都冇所謂啦，咁就一於揀五年嘅治安心租金。我係咪好為你設想呢？唔好咁興奮住，我哋終於嚟到最後一關，你過埋呢一關就可以做到業主啦，爭呢一步。好，一系就攞走你呢一世嘅上网宽频费，一系就俾你储埋余下嘅首期，你拣啦、啊，又拣唔到啊，真系冇用，过简约嘅生活对你哋啲八十后嚟讲，真系咁困难咩？我帮你决定咗，挖咗你对眼出嚟，乜都睇唔到啦，咁就唔使上网啦。你而家凑够首期费啊，代价系你从此冇得上网，冇得开 Facebook， 冇得玩 MSN chat chat 下沟女。讲翻转头，你买得楼，就注定断手断脚断六亲噶啦，更加唔使指意有钱沟女啊！哦，Benson， you are too weak， 未到第二个 level。正式实行先租后卖，就顶唔顺啦。Remember me, I am Johnson. Citizens, do you want to play a game?政府會同香港房屋協會合作，推出優化資助房屋計劃，命名為治安心資助房屋計劃。在這個計劃之下，政府會提供土地給房協興建實而不華的中小型單位，以訂立租約為市值租金的租約，符合資格的人士。租約的期
最長是五年，期間是不會調整租金。參與計劃的租戶可以在指定時間之內以市價購入他們承租的單位，或者計劃之下其他的單位，亦都是選購其他買私人市場的單位，而且會獲得同於租住期間之內所繳付的一半的淨租金的資助。這個可以用作我們繳付的部分的首期。我要指出，單是靠一半淨租金的資助未必能夠完全支付首期的，租戶必須要同時努力的儲蓄，要應付日後置業時候首期和相關的支出的。這個計劃體現了香港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因應自己的能力腳踏實地按部就班達成到置業的願望。運輸到房屋局局長稍後就會交代這個計劃詳細的情況。我想我們那個出發點，我們的假設就是它不是說由零開始的，它都儲了幾年錢，譬如兩個即做了十年工作的年輕人才算。那如果他們夾埋，譬如他們萬元人工，每人萬元人工，那一個月儲一千多元都我覺得都合理，是不是？那當然現在個即係嗰個引誘好大，我都覺得年輕人真係辛苦啊！我哋嗰個使費又要上網，又要咩風啊咁樣。即係，但係如果佢嗰個定義係希望去置業咧，都係要儲錢。結婚係咩？一定要買樓咧？幾時先至係買樓合適嘅咧？大家一齊努力去儲一輪嘅錢，係咪好啲嘅咧？結婚一定要買樓嘅話咧，你可能真係少咗好多個選擇。但係就多咗好多個摩擦。各位觀眾，風水咧就係由天運、人運同埋屋運配合嘅。天運就指時間，好似依家香港已經踏入咗下三元八運啦。人運咧就指時辰、八字同埋流年嘅配合。屋運啊，指屋其實同人都一樣，有生老病死嘅循環。而屋運同人運都係互相影響嘅。我拿 David 和 Carson 做個例子。 David 呢四木入宮，主運反覆，如果用一等樓去形容他，他會是一座在北角英皇道，即是被那些撈鬆住曬的大型舊樓。大廈名堂就對馬路，即是有水，靠近寶馬山，都正所謂山管人丁水管財，所以他是管理階層。但是大廈話曬都有四十年歷史，屋運都行到尾了，又有老人家住，空氣是很流通，但是就是陰氣流通那種。所以 David 份人呢陰陰濕濕，又懶又默，你看看他又要下屬聽他講笑話了。是不是好笑啫，細仔？我都話好笑啦。嗱，呢個 Carson 呢今年就犯太歲。如果 Carson 是一座樓，他就是一座在將軍澳的新樓，即是間隔細，會沉降，樓齡細，用料差，鄰近堆填區，毫無特色的監獄式新樓。因為樓望樓，密度高，犯了擋煞，即是空氣就不流通啦，家人會容易病，脾氣就容易暴躁。而樓又無山無水，造成財來財去的格局。命格上 David 屬土， Carson 屬水，土是黑水嘛。David 的格就吃硬 Carson 的了，任其擺佈啦。喂，Carson，我手頭上面有兩個豪宇天下的樓盤，喂，仲勁過天與海，內部認購嚟噶，又平又正，又有海景又有露台，喂，800多萬啫，好易甩手嘅啫，轉一轉手就賺1.5秒，一點五秒，喂，想唔想要翻個先？喂，見你平時表現咁好，我先益你嘅啫。又不見我大美 Gary， 是不是？喂，想想他了，四仔。Okay. 是了。想他。遇了你了。Okay. 是了。一轉手可以賺1.5秒，加上我手上的50萬 cash， 不是夠200萬，夠給 Shelly Dream House 的首期咯。上個禮拜看上腦說開始行避運，還說我吉星入田宅宮，難道是指這件事？哎呀，既然天都安排好了，沒有理由跟天鬥氣的嘛。喂 David， 我想過了， David， 我決定了。
話唔好咁夜嚟睇樓咯。誒，呢個單位咧要夜晚睇先得㗎。呢度咁黑，快啲開燈啦。誒，唔好開燈住。你唔係咁老土啊？搞咩 surprise party 啊？今日又唔係我生日，又唔係咩紀念日。哎呀，唔好講咁多，快啲出露台啦，就快夠鐘㗎啦。咩就快夠鐘啊？哦，喺邊度咧？又話方向啱嘅。啊，見到見到啦！喂 ，Shelly， 見唔見到迪士尼嗰啲煙花？邊度啊？咧，嗰度咧又紅又黃，睇唔睇到啊？嗰度？係啊。是幻彩榮香江嚟噶，傻佬！快啲翻入屋啦，好大風啊！等我帶你睇下間屋先。嗱，呢度四房兩廳，2500尺，有兩個環保露台喎。冬天咧就會望到山景，夏天就會望到海景噶啦。樓底9尺咁高，夏天唔使開冷氣都好通風噶。又喺港鐵上蓋，樓下有3個大型商場，有寬頻1000米，6星級會所。有 gym 啦、sauna 啦、spa 啦、室內泳池啦、空中花園啦、高爾夫球場啦、保齡球場啦，仲有酒店式服務，有主人幫你洗衫啊、打掃啊，智能家電乜都齊，離機場又近喎，唔使20分鐘，方便你遊浮啊。Shelly， 呢度同你嘅 dream house 好接近啊，嗬？唔錯，呢度應該嗌到700萬嘅，不如嗌阿五太四太嚟睇啊，佢哋咁豪。嗌720萬，佢哋都肯制啊！不如依家就 call 啊，五太四太咯。Shelly， 你嫁俾我啊？嚇！你唔好話俾我聽，你落咗訂啊！哎呀，你真係叻啊！咁你真係應承肯嫁俾我啦 ？Carson， 結婚還結婚，買樓還買樓，兩回事嚟嘅，唔可以撈埋一齊嚟講。結婚都仲可以考慮一下。但是买楼就一定要想清楚想楚，我不买楼的，我不一起供楼的，买来炒买来投资都还可以，我只是租楼的，随时走得，住厌了就搬咯。那你就是说结婚去租楼，你厌了我就会跟我离婚，这样你不要捞在一起来讲，结婚还结婚，买楼还买楼，两回事来的。你哪里来这么多钱买这些楼啊？ David 介绍的，一放就赚的了。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用脑的？你哪里来这么多闲钱啊？这些楼是给有钱大陆佬玩的，不是给你啊。现在楼市泡沫，没人肯接货的。你一个月供成50000，你收回来的租都不够你供啦，戆居。不是、啊、David 说后市呢 David 啊，你听 David 讲啊，你知唔知点解佢依家搞成咁啊？咪就系学你咁咯，炒窿楼啊，仲炒窿好多添。你就系怪睇钱，你唔睇我花几多心机去搵呢层楼俾你。OK， 就算真系蚀咗钱，咁又点啊？我讲过啦，感情还感情，买楼还买楼，两回事嚟嘅，唔可以捞埋一齐嚟讲。同埋你睇下依一个市咁样，有边一层楼你系买得落手噶？唔买楼唔代表我对你唔 commit。咁结婚梗系要买楼噶啦，咁你租楼即系帮人供楼啊？咁唔通老咗你冇钱交租瞓街咯？结婚唔代表要买楼，唔通我哋要靠层楼去维系我哋感情咩？咁结婚梗系要生 B B 噶啦，咁生 B B 先系个正常家庭啊嘛。咁我而家买楼都系为 B B 着想啫。買樓好似儲錢咁，咁第時個仔大咗，要供書教學都唔使擔心啊嘛。咁如果結婚唔生仔嘅，同居得啦，使乜結婚啊？你講咗去邊啊？我話結婚還結婚，生仔還生仔，買樓還買樓。咁你即係唔同我結婚生仔啦？我講過啦，結婚還結婚，生仔還生仔。买楼还买楼，咁你即系想同我分手啦？我讲过好多次啦，结婚还结婚，买楼还买楼。唔结就罢啦，分手添啊！呢、這个世界冇话边个冇边个唔得噶，你话整啱晒嘛？你讲乜都啱。喂，啊，陈生啊，哦，冇，讲得个得，睇紧戏啫嘛。啊，哦，得，冇问题。明天10時管理全部等我嘛，好，明天见，唔该晒，拜拜。
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结婚还结婚，买楼还买楼。一句讲晒，我买楼有咩错啫？又系你话买楼好嘅，叫我叫五太四太买楼，嗰、那个系你；话我买楼冇脑，嗰、那个又系你。我点做你先开心啊？点解你讲极都唔明噶？俾啲 echo 我。结婚还结婚，买楼还买楼，结婚还结婚，买楼还买楼。你听唔听到我讲？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年巨路上烟雨蒙，买楼买楼。霜雪飘雨中，我讲过好多次啦。抱怨去化成。
經有一位建築師講過，佢話一個地方嘅城市係點樣，呢、這個城市嘅細路就會睇到自己嘅將來係點樣。雖然我唔係一個細路，我亦都未有細路，但唔知道大家又會唔會可以喺我身上面睇到呢個城市係點樣嘅咧？啊，咁不如等我講下我做細路嘅時候係點嘅。不過我都好似唔係好記得，因為我係一個好冇記性嘅人，好多以前嘅嘢都係啲朋友話翻俾我聽，我先知嘅。就譬如啲朋友有時就會講下一啲得意嘅街道名，你哋知唔知啊？原來七鹹道係譯錯嘅，因為七鹹嘅英文就唔係 Chatham， 而係 Chatham， 即係話個 H 字係唔發音嘅。咁你哋知唔知道荷里活道同埋荷里活有咩關係啊？其實係無關係嘅，只不過係因為以前荷里活道嗰度種咗好多冬青樹，而冬青樹嘅英文就叫做 Hollywood， 所以嗰度就叫做 Hollywood Road。咁我又記得啲朋友話過俾我聽，原來我以前住嘅地方全部都係用一啲街道嚟做規劃嘅，就好似彌敦道啊、英皇道啊、皇后大道咁，全部都係先有咗條街，然之後先有啲鋪頭同埋唐樓，就好似一棵樹咁，不斷散開，不斷伸延。咁你哋以前住嘅地方係咪都係咁噶？咁你哋知以前又中唔中行街咧？咁你哋又會中意行啲咩街咧？亦或大家都好似我咁，好怕熱，淨係中意行啲冷氣商場咧？我諗我都可以算話係喺商場嗰度湊大嘅，所以我對啲街其實都冇乜印象。不過諗諗下，好似又唔關事啊。商場我就夠行得多啦，但係我對啲商場都好似冇乜印象咁，所以有啲時候咧約朋友去行街咧都好麻煩。喂，係啊，我到咗啦，咪喺地底嗰層咯。係啊，地鐵上一層啊嘛。哦，唔係 food court 嗰層 ，food court 落一層。係咯，咁你落多半層咪會見到我咯。落到嚟未啊？切，咁你頭先又話自己喺 Starbucks 嗰層。誒，咁你而家有冇見到容祖兒嗰個燈箱啊？係啊，我都見到啊。但係我見唔到你喎。係啊，啱啊。Body shop 隔離再隔離啊嘛。係咯。過咗 thank you， 未到 Sarah 啊嘛，啱啊，係啊 ，Agnes B 對面啊嘛，冇你啊，誒，咁你而家有冇見到間 IT 先？係咯，我咪企正喺間 IT 前面咯。哎呀，係大 IT 啊，唔係細 IT 啊。咁跟住。你哋估我哋最後有冇見到面呢？啊，好似有，又好似冇。唉，我都唔記得咗啦，都冇乜所謂啦。我日日都去商場嗰度行街買嘢噶啦，日日都買咁多嘢。你都冇問我去過邊啊？你問我買過乜，我都唔記得啦。你知啦，而家買嘢咁方便喎，一陣碌下張卡就搞掂啦，上網 click 兩嘢又得。一陣又話篤下張卡又話得啦，唉，分分鐘啊，篤多咗錢我都唔會知啦。不過好在我唔係嗰啲睇錢睇得咁緊嘅人，所以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啫。求其夠錢俾我買嘢就得噶啦嘛。你知啦，而家嗰啲經濟環境唔同以前噶啦嘛。你估仲係六七十年代做工廠嗰啲人啊？嗰陣時啲人窮冇錢，就話買架模型車都要死儲爛儲喎，儲成幾個月先買到一樣自己中意嘅嘢。而家講旅遊、講金融、講地產、講服務，乜都要快，要有效率，要有規模，要喺最短時間之內賺最多錢。Economy of scale 啊嘛，有冇聽過啊？會考都考過啦，即係話做生意一定要大。越大就越著數，
你睇下政府啊，賣地都大塊大塊地咁賣噶，咁先賺到最多錢啊嘛！啲地產商就淨係中意喺大商場加起租上嚟嗰時可以齊齊加啊嘛！嗰啲鋪頭咧就越開越多分店，你睇下沙沙卓越就知啦，你唔使理佢邊間打邊間噶喎，多就得噶啦嘛！所以啊，而家啲街邊檔都冇曬噶啦。以前啲人又話銅鑼灣一過咗十一點鐘咧，就有啲咩糖水檔啊、燒魷魚啊、燒雞髀啊，一陣咧又話先師門口有啲咩鮮榨椰汁啊，又話咩國貨公司啊老字號啊，我真係見都未見過，又何來記得啊？更加唔會對佢有感情啦。我就覺得我覺得咧，呢啲嘢咧，好正常咯。因為你個社會咧，即係有啲嘢，即係過時啦嘛。咁又效率低喎，咁就梗係會被淘汰噶啦，係咪先？咁而家係一個食腦嘅年代嚟噶嘛。咁我就覺得OK 咯，呢啲嘢。咁我咧就係一個好中意諗嘢嘅人嚟嘅，其實。咁咧我一得閒咧就會諗嘢噶啦。咁我就覺得做人咁樣諗下諗下咧，啲日子都好似會過得快好多咯。咁咧，係啊！嗰日咧有個 friend 咧，佢同我講喎，佢話我知咧，佢話原來記憶力。之所以係叫記憶力咧，係因為原來記憶係要用力噶。咁我就我就諗極都諗唔明咯。但係我諗唔明點樣先為之要用力去記嘢咧？咁係啊，而家咧政府咧咪成日叫人去搞嗰啲創意工業嘅。咁我就喺度問我自己啦，一個冇記憶嘅人，咁佢嘅創意又可以喺邊度嚟咧？咁一個冇見識嘅人，佢嘅創意又可以喺邊度嚟咧？咁一個冇智慧嘅人，佢嘅創意又可以喺邊度嚟咧？咁咧最近咧，啲人咧咪成日都會話哎呀，你有啲嘢啊咁講嘅。咁我就覺得呢句説話咧係真係好有意思咯，因為即係你知啦，你個人即係要有啲啲嘢，你先可以去講創意噶嘛。咁如果你個人即係咩都冇喎，咁又點去講創意咧？係咪先？咁其實我想講咧就係我即係一個好中意好中意諗嘢嘅人嚟嘅。咁咧，我最近咧就成日都喺度諗喎，我喺度諗究竟。我要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超有創意的人呢？但是我就在那裡勁想勁想，但是又想極都想不到咯，就最近想到個人超頹咯。我呢就會在那裡想，我究竟要想到幾時才可以想到一些我想想的東西呢？我究竟要想到幾時才可以想到一些我想得到又做得到嘅嘢咧，咁大家喺我身上面又會見到啲咩咧？大家喺我身上面又會唔會見到呢個城市嘅將來咧？
个可以生活的家，我要一个可以想象的家，我要一个可以读书的家，我要一个可以造梦的家。我不要一堆数字，我不要居无定所，我不要泡沫漂泊，我不要无家可归。家就是家，不是首期，不是投机，不是量力而为，无分贵与贱，没有贫与富，都要一个家。我要一个家，不要没有家的房子，不要没有生活的房子。生活是呼吸，生活是工作，生活是体验，生活是思想。我们的脑袋穷的只有房子，我们不要没有房子，不要没有身份，没有身份，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家庭，没有家庭，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理想，没有理想，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我们不要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将来。我不要成为数字的奴隶，我要一个家，一个人的家，两个人的家，三个人的家，四个人的家，五个人的家，很多人的家。有爸爸妈妈，有兄弟姐妹，有儿有女，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五代同堂，有小狗花猫，有春夏秋冬，有朋自远方来，欢迎欢迎。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兴趣理想回忆，安全安定安乐，前仆后居安和乐利，辛勤工作休养生息，生活充满无限乐趣。眼耳口鼻四面八方，春夏秋冬冷暖潮燥，晨光朝露，皎月繁星，左邻右里一团和气。我要时间，我要空间，我要一个家。草皮上轻盈。
苍凉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每当我经过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清气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牡丹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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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胡恩威。